Ciao. Senti.左边底带应该是他待会儿啊，就是这个球应该是没下了。他刚才在观察球队里面的情况，这个球队没东西了。42 K 了一下球队。43粉球能用，粉球大一点的无所谓，因为右边底带也能叫。交手记录是12-8，特鲁姆普赢12次。看位置，这走到了，走到了，那就特鲁姆普的机会，这局面还是被打开的，真急啊！现在，哇！关键是局面打开了，这个、特鲁姆普处理的难度很，就只看这两颗。这两颗有可能没底。赖。黑球应该是考虑先高杆起来，做黑球上方的第一颗。不留得太差就行。17。下午好。25。中低杆上去，或者中杆登上去，就是黑球上方那颗，两边底带都能做。现在这两颗相连的应该最合理的是要做中带了，啊，那么黑球可以带右塞去蹬两库往中带去做。我是长沙的。杆比较高，那还是做底带。但有下就好说。哎，稍微有点瑕疵。
稍微有点瑕疵，因为粉球带一点点向上嘛，那么最后一个红球就得做一个中台了，也不是大问题，只是这种关键时候打这种中台别手软。可以。黄球太到位了，中低杆往后三四个球位了。56，这个绿球角度都是不需要吃库的，也是中低杆。咖啡球流向下，待会儿咖啡球应该是中杆偏高一库。59。很常规的青彩。63。那么双方的历史交手就变成13-8了。特鲁姆普在决胜局抓住机会一杆打死。That jump is 74,